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陈老师啊。那么今天是带来舟山青盾啊，这个舟山青盾我已经是很久没玩了，然后发现这个游戏竟然更新了，而且更新之后呢，它这个可以进行组队模式了啊。当然这个组我们以后慢慢研究啊，如果可以组队的话呢，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啊。然后的话，接下来咱把音乐开起来啊。那么这边的规则的话是175分啊，我查了一下啊，不是说是100，像边锋青盾的话是165分啊。当然要不能不洗牌，不洗牌就没意思了啊，一定得洗牌啊。好，这一波咱们直接开始啊，噔噔噔滴噔滴噔。好，这一波啊，皮蛋蹲，老 K 蹲，两把蹲啊。好，这一波陈老师有大蹲在手，连蹲啊，这个是皮蛋蹲和这个老 K 蹲是可以当做连蹲去使用的。好，四个石，咱们把这个牌理一下，咱们这一把这个牌还是不错的啊。好，整理一下，好看一下还有没有炸弹啊？眼睛有点花啊，眼睛因为毕竟很久没玩了。童话有没有啊？童话可以排出来，这个要破一个六炸弹不划算。那就是一二三四五吧，一把两把三把四把五把六把三个五啊，三个五谁的价格吧，谁的等一下谁的价格好怎么搞啊，谁价格这边聊天，好得够砸我了，谁的价格啊，发错，好不都不出啊，都不出，陈老师先打把桥把单牌把这个化解打掉啊，化解先打掉，我们舟山人桥牌叫化解啊，化解啊，好的，这边要175分才行啊，175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上我自己专门去搜了一下啊，175，那希望这个舟山青盾手游也是越做越好，如果有舟山青盾手游官方的人员看到我，大家可以联系一下啊，大家怎么把这个游戏给发扬光大，因为现在玩这个游戏的肯定就只有舟山人比较多一点，于达莫雷啊，嘘 ，A 姐让对家去跟，这边让我找一下啊，于达莫雷，好，好小二队。小奥，他有个草花 A， 这个中奖盾我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拿到这个正司令啊，那不能让你出啊！陈老师四个六炸他一炮啊，炸他一把，没有分也要炸，然后炸了之后，陈老师就直接做三队，还这一波他们的话有点软打的，这一波应该炸我啊，三队打一波啊，那么 A 队小奥队，陈老师有大牌可以压于达莫雷。我跟对家说我没有好啊，老 K 队可以，老 K 队的话40分了啊，有40分了啊，对家怎么说，问一下对家啊，那我就直接炸四个石啊，直接炸四个石啊，因为我有皮蛋蹲和 K 蹲，我没有，我跟他说我有蹲的，让他炸啊，你不帮我炸一把吗？我没有啊，对家去。我没有啊，我没有。好，假个灯啊，直接炸假个灯了、啊，怪不得。哦，那也不能怪他。来，鱼打不来。我靠！这边不能连蹲吗？这边的规则不能连蹲吗？哎呀，这边的规则，这边这个青蹲的跟官方稍微沟通一下，这边连蹲都不能打，这边不能打连蹲啊，这边跟边锋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呀，那就有点难受了。我来这，四个四，嗯，他肯定要炸死他呀，我来这，我肯定得炸他一把，等一下。十六个牌不能让他再出了，童话炸一把，我的天，二十分，那给他出打不过他，这边的规则跟边锋青蹲不太一样啊，130分，140分不够的，皮蛋都让他来，皮蛋都让他四个牌让他打，四个三，好，140分不够的，远远不够啊，他们这个这边的规则应该要175。然后这边的话是不能打这个连蹲的，有点难受啊。八一队，好的 ，nice。来 A 队，好，打一个七。修尼副司令，先打副司令，惊吓，炸他一把，炸死他呀！漂亮，对，四个九炸死他。这一锅咋我了？我肯定要上蹲了，这把不能让他出了。直接上蹲，这个没有办法。
然后打一个皮蛋，先把皮蛋打掉，因为老 K 的话等一下可以 跟老 K 对。好，这一波让对家打，医药跟他说，医药医药，对他应该知道的，医药一个或两个 C 也对，可以五对，漂亮，好的，对过在我，对过在我了，那只能这么打了。好，郑司令冲刺，好的，郑司令可以啊。哎，对面是这个手牌，那怎么打，只能先打三，这个只能先打三，看对面小二呀，小二大了，外面没有司令的，好，直接小二赢了。那么这一把赢的还是比较惊险的，你看这边的规则和边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我们是为什么呀？